达，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飞鹤一罐好奶粉，飞鹤奶粉提醒您本期看点。本周六晚快乐大本营，偶像学院开班啦！撕牌大战比团结，看两大导师上演你争我夺。最会磕的是何老师给拉下去，你们一个组的。新生偶像来报道，有人出师便不利。有人用歌声征服 BB。 跟我走，这不是一个配对节目。还有人的舞蹈让导师倍感压力。演技大挑战，谁才是真正的 NG 王？有种今天就打死我！ No No， 还有你们好吗？有种你们今天就打死我！好 NG， 有种今天就打死我 NG 啊 ！NG NG No NG NG， 最后一次的挑战。协作大考验，升级版偶像叠叠乐，状况百出，笑料不断。啊！你们为什么不从别人身上上？欢迎来到马栏山国际偶像学院。红色学院著名导师韩庚、李维嘉、吴昕，有请蓝色学院著名导师谢娜、何炅、周笔畅。谢谢，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我们有韩庚、周笔畅。耶、哎！今天为什么演播厅灯光好暗啊？而且灯光不够亮。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戴了墨镜。这么实在的答案。你们为什么要戴墨镜啊？因为我们三个人是红队的，统一了那个造型。我们蓝队的
时也有蓝色的吗？对啊，都有蓝色，我们是蓝队的那个。可是为什么我们两个没有墨镜？那你戴墨镜应该是到红队去。我自己不觉得我戴了墨镜，因为这墨镜好轻，设计好棒，是我的朋友韩庚送给我的。我们今天首先大家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一个在快乐大本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今天没有出现在现场。谁？你们俩。这不到齐了吗？就是到齐了。对，已经到齐了。我跟你讲，我今天不是还多了一个人吗？海涛呢，是因为呢，这个我们台有一个叫做《动物园奇遇记》的节目，这是一个台里非常重视的真人秀，只有大牌的明星才可以去参加，所以参加的就有比如说像倪妮啊、李宇春啊、杜海涛啊这样的明星。所以呢，海涛呢，就是这一期还有下期呢会请一下假，去当饲养员去了，是吧？去跟动物是要跟动物相处。哎，我们要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这个手里面的对，我们今天来的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说偶像学院嘛，他们是作为这个偶像学院的两位导师，都非常有成就。那首先呢，分享一下，我没有想到这是比比的第一本书，哎，你居然隔了这么久才出书啊！来，自己写的，自己写的，这个书叫做《如果我能说了算》，对，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能说了算。哇哦，讲得好清楚。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现在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对对对对，是不是？但是就是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可以自己决定。我今天祝贺我们这个在歌手老板的身份之后，我们周笔畅有新的身份是作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油支持他，好不好？啊，赶快登上那个作家富豪榜。那今天大家知道我们分成蓝队跟红队，那等一下呢，我们会为我们的偶像学院呢来这个选拔学员。那在这之前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自己先要稍微这个热身一下啊，一个游戏两队 PK 一下，对，两队 PK 一下，进入到我最大牌的游戏。好，我最大牌很简单，每个人的身上的扑克牌一张张撕下去就会有一个数字，同时呢，我们按照顺序从一开始报数字，如果这个数字和牌重上的是吻合的话，对，吻合的话，大家冲到那个台子上，在十秒倒计时的时候，确保自己要站在台上。比如说我数到二，我撕开这张牌也是二，大家就开始冲了。那你就二了，我就二了。但是如果你已经站上去了，最后一个上来的人把你给弄下去了，最后一秒如果他在上面，他就赢了。对，是不是？对，重要的不是先后，重要的是这个节奏。对，但是如果你先占据时间点，如果你先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形的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从侧面看，侧面看很特别认真。你穿那个好可爱，你走可爱的走路一把看。我在想什么？其实海涛，我告诉你，我提醒你，这个台子是我们蓝队的。不行，如果你这样的话，肯定会把你拖下去，而且集体拖下去。你这样的话，会把你抬走。韩哥，我告诉你，你应该趴垫子，因为垫子跟你们颜色一样。那我们就输了。来，先洗牌啊！洗牌，洗牌，洗牌，有没有好听的音乐？有没有好听的音乐？比如说《菠萝菠萝蜜》什么的。哎呀，其实。其实既然有这么多动物，海涛不用去动物园啊，就在我们这里就好了。好，准备，一、三、四、二，你是二，六、七、八。好坚韧啊，只有两条腿在上。你们看到五星好坚韧没有？腰好厉害哇，比比一直在那转，五星要一直在那转。我刚才没有看懂，就没下来。我刚才没有看懂，韩哥因为是跪在上面的，然后五星这儿有两条腿，哇，韩哥的腿是怎么摆的？不是，我觉得韩哥有问题，他就全程游戏态度特别不端正，他一直哎呦喂，哎呦喂，哎有没有那个照？这我跟你，我们这是我跟你在上边，比比一直想把那个吴昕拉下去，一直没成功，你怎么回事？
他的腰好硬啊，心太好了。比邻拖住了我，拖不住你送我的鞋。我记得最后真的是何老师被拉下去了。没没没，我在上面，我在上面。你们一个，你们被拉下去了。你们一个组。比比已经没上去了，说何老师怎么？娜姐，表情有问题。我看何老师，我是一对的。何老师，娜姐，我们爱你。没没，我说何老师，你眼睛怎么了？那就是两票对两票呗。对，刚才那一轮是我在，你在，还有韩庚在。我在上面，你没在啊？我跟比比在那儿。哦，我跟你在。好来啊，准备了、啊、拖比比再拖你，我再拖比比。好，洗牌的时间。比比你要加油啊，竞争好激烈的。我这次要保护比比先上去。我也是。停。我要保护比比。洗好了，来，比比开始，来。一、怎么说？韩庚把我整个人拖下去了，我那么牢牢地站在上面呢。你知道，谢谢你还抵挡了他一段时间，因为拖完你，他就开始对我下手了。你也在上面吗？我在啊。哦，对对对，你在上面。他开始我向上呢。韩庚不惜同归于尽，跟我。于尽。同归于尽啊！对，娜娜和韩庚没有在上面。那还是你这不在，你不算在上面，你不知道什么叫上面的概念吗？你这只能算是在上去的途中，你知道吗？特别实在，特别认真的想把韩庚拉下来。只有韩庚专心的在怼你，他呢他就一直推我说：“比比，我们从这边来。”我就找了一个角落，然后坐下了。我不知道。那我和吴昕两个人长得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在战斗中我不分敌我。我发觉有这么一个问题，刚才欣欣在旁边，我使劲拉着她，你选择一下掉下去，说明你的问题是两种可能，色盲或弱智，你选。不是，在战斗中我不分敌我。就想把别人动下去。就是只要是有，是不是？对，我本来没有做这么稳，欣欣刚才没有做的，她差点下去，我一个搂把她给搂住了。后来，当时我想到的是，她不是我的敌人。后来我就觉得没有重心，我说，哎，这边人呢？这边人呢？比比又来了。我突然反应过来的时候，韩庚已经把我拖下去了。好，我们商量一个对策。我跟你说，是二比二平啊，底牌又是二比二平。来，好吧，这回开始真的要决胜负了啊！好，来先洗牌。那我们应该有一个一对一的战略。好，对，不要让他们弄上去了。好，太记仇了，娜姐。那我对吴昕。对，我也对吴昕。什么？二十一啊！好，可以了，来，从一开始。哎哦，还得撕对吗？哎，我反正整个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吧？你呢？我就保护，就是这么一个。不是，我保护比比冲上去。那你呢？我也上去啊。然后最后只要你上来，你把他拦下去，然后把自己弄上去，然后再把维嘉推下去。等一下，等一下，你保护我吗？我不是。我祝福你。等一下，你们当我们是对呀、啊，当我们是聋子呀。我们听得很清楚。好对策，你们是好对策。我们这边开始了啊，好来来了、啊，你帮我比比帮我倒着来是吧？来了啊，行，来了啊，看了啊。从那边开。一，二，娜姐，你为了赢不择手段，你踩到我的头上了。娜姐，你不算，娜姐不算吗？你不算，你脚没在上面，我脚在上面。刚才，
那一秒钟我在上面，我在上面的时候韩庚在上面吗？没有吗？何老师确定要这样采访吗？没事，刚才韩庚也是这样采访的，快点采访一下我啊。你什么样的感觉？好想吐。同样的感觉。娜娜，你是刚才下来的还是一直就在下面？最后一秒扑上来的。没有啊，娜姐的脚在下面。我是不是头发已经散了？我不能接受我的头发。娜姐的脚在下面。哎，娜姐，你什么身？你身上有个特别硬的东西顶着我，是吗？头发是不是已经散了？你现在这回家看不见了。娜娜身上特别硬的那个东西是她的脾气，压住你了。还有她的，哎，所以是几啊？几比几啊？三。3-3，那就再来一个。3-3啊！但是导演，我这个时候头发、那他们的脚都不在上面，只有我的脚在上面。我刚才脚在上面。我觉得我身上好像不止娜娜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还有比我，我就说有一双手怼着我，怎么还有一个身体在后半部分？来，我这把整个把头发散下来。你倒是享受了。没事。哎呀。没事，哎呦我的妈！对，哦、BB， 娜姐，咱俩小心，我们除了要对付他们，嗯，还要小心娜娜。娜娜只要但凡有点竞争性的游戏，不分你我，没有轻重。刚才就是韩庚在撕的时候，我本来想看一下那个牌。一下被一个人就是撩到后面，我想说哇，吴昕现在在怼我了。我一看是娜娜，自己人呢。此时好想念海涛，因为被压的都是他。洗牌吗？洗牌，来最后一轮啊！这游戏太累了，真的，这节目才刚开始。你觉得我不应该带着话筒？说好的只是热身呢？话筒有一点影响我。我刚刚最开心的一点，把韩庚拖下去了。好，谢谢你，韩庚，没事。来，韩大爷，韩大爷。停的时候，韩大爷真这样。这个素质高的嘉宾，来，一边玩游戏一边一边打扫。好，来啊，又从吴昕每次都第一个。开始，一，哎。这曲线呀！BB 已经误会了这个游戏，他以为这个游戏就要用这个姿势。前两轮不都是这个姿势吗？拼了！这一轮绝对我们赢了，蓝队绝对赢了。怎么就赢了呢？最后墩子上就两个人啊！没有，，一个躺着，一个坐着。两。所以我们这个赢了一秒，又找到一个关键，是第一个，是咱俩吗？是咱俩，把韩庚拉下来的。把韩庚拉下来。韩庚拉下的时候，连带着李维达。你已经丧心病狂了，你又得了失心疯了。就韩庚下来，李维达再下来了。我看到李维达再来的时候，然后比比就扑过来，占了所有的台子，然后娜娜就溜边，接下来就吴昕用他的头一直拱。我拱倒了你，拱倒了。我们只是在拖韩庚的时候，连着李维嘉拖下去了。是李维嘉。好，那现在蓝队，那我们蓝队赢了吗？蓝队气势非常旺。对啊，什么就自我评价都是你们在这儿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不好？接下来新生报道，新生报道，我们有非常可爱的年轻的朋友要来报道。我的妈！我们会跟他们一起再来。哎，我们叫新生一起来玩吧。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那今天偶像学院呢，我们迎来了韩庚和我们的比比。那说实话，两位呢，我记得韩庚第一次在我们国内的综艺节目亮相，
在快乐大本营就是在这个演播厅，对对，没错，对，嗯，那个时候比比第一次来比赛，包括那个时候第一次上大本营也是在这儿，对，然后唱的是爱我别走，对，爱我别走，跟我一起唱的，对对 对， 对， 对啊，我记得好清楚，还有春春，对，我记得吗？你当时那个话筒高了一点吗？你记得吗？后来你把它这样撇着拿的吗？好机智哦，炯炯。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是在跟哪两个优秀的歌手合唱。当时没有感觉，我知道他们很优秀，但我没想到当时你本身自己已经很优秀，因为你已经出了《栀子花开》了。是的。可以看到，其实在快乐大本营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啊，从开始比如说新生报道的时候，然后慢慢成为偶像，茁壮成长，再慢慢成为现在可以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嗯，啊，我们说是导师这样的一些身份。是的，所以呢是非常有意思。那今天呢有五个年轻人也来到快乐大本营，新生要来报道了。这五个人呢，嗯，你看他们虽然是第一次在快乐大本营亮相，但是现在有很多观众，很多粉丝了，甚至是专门为他们而来，嗯，而且呢出道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成就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来新报道的偶像，我们的 UNIQUE， 欢迎他们。 Come on， it's a boy UNIQUE， 哈哈， yeah， let's get it right。Patiently waiting for you to shake it and shake it on, making a take is the point is too many. Caught up by the game, high lost, I'm ready. And it's not our fault that we have all the ladies. Part is how to see the ladies when the middle name's greater. All around the globe, made a fact seal. Let our day greater work, greater work, work. Dominate us and awesome. Smooth operators and we gone. Boom, boom,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no kidding, girl. Boom, boom, that's where we like to play. Yeah, we gone. Boom, boom,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no kidding, girl. Boom, boom, that's where we like to play. Yeah.I just wanna celebrate.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 we're making history.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urn it up. Let's celebrate. Turn it up.Let's celebrate！ 掌声欢迎。好，来，UNIQUE来给我们做自我介绍了。来，一二三，大家好，我们是 UNIQUE。欢迎 UNIQUE。那我们每个人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首先从逸轩来。好，大家好，我是今天顶替海涛哥来主持《快乐大本营》的周逸轩。那你得来一段。我说海涛，你说哟。我说海涛，你说哟。海涛哟，海涛哟。好，这是我们的逸轩，欢迎他。接下来下一位，来。大家好，我是天津浪漫的青年。我是这个如果成员当中最酷的青年。哎，不是，哎，没有，怎么可能说完就被拉回去？要韩国的，对不对？那中文说得非常好，非常好。你学中文你是怎么学？我看《快乐大本营》。哇！哇！
你的台词被抢了。小伙子，以后单来啊。哎，也啊，非常可爱的个性。那下面就是到我们文翰了，来，嗯。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大家好，我是你的男人，主唱李文翰。超直接的，好直接哦。现场这么多女人，你到底是谁的男人？大家的，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对。好，接下来到王一博了。大家好，我是在这里负责说唱和舞蹈的高冷一博。高冷，今天坚持不要笑好吗？你知道怎么样才算真的高冷吗？就是 UNIQLO 上大本营你不来。王一博，你会不会就是公司通知你要来上大本营的时候，你心里想说太吵了？没有。所以你想上的节目其实是不是新闻当事人？好，下面是我们金圣柱来。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喜欢那届的大舅舅圣柱。等一下，我帮你翻译一下。翻译一下，文翰翻译一下。有他，他是喜欢娜姐的大柱子，大舅舅圣柱。太棒了，圣柱你好。好，荣幸。哎，为什么喜欢娜姐？我看快乐大本营的时候，穿的也长得也很漂亮，长得漂亮，穿的也漂亮，对不对？但是你们刚才没有看到我刚才头发散了吧？但你知道他留了吧？你知道他是色盲吗？就是他分不清颜色。真的吗？真的，哦，真的。他，你问他今天穿什么颜色？你问他，穿什么颜色？大红色。没关系。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会有几个不同的环节。那首先呢，我们红队跟蓝队分别要招收自己的这个队员，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直接对抗的游戏，所以呢，我们会要请我们的 UNIQLO 的五位男生呢，好好的来表现一下自己的个性，好不好？好。那么先请他们在这边就位，来。好，新生要分班了，那我们蓝队跟红队会各出一道题目来选人。新生分班游戏规则，蓝队和红队各出一题对新生进行考核，每题将选出两位新生。蓝队的题目是声音，学员发出富有个性的声音，导师会为自己满意的声音摘下眼罩，红队则会采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选拔。两题结束后，没有被选中的一名学员将要进行15秒的才艺表演。若两队仍然拒绝接收，则该名新生就要挥别大本营舞台。蓝队，我们先来选人。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导师周笔畅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声音？我自己这种。好，娜娜，你喜欢什么样的声音？能够打动人心的声音，是不是？像比比这样，说到能够打动人心的声音，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比比吗？比比。那怎么评价韩庚的声音？韩庚的声音真的很棒。而且韩庚还有舞蹈，这个你知道很少有人会跟我尬。对，韩庚他敢呢。居然是不屑吗？好，那我们好，你们就是你们要先把眼睛罩上，然后由你们两个选。为了公平，我现在会让他们随意的换位置，所以你就休想靠你刚才记的位置来选你喜欢的那个人。刚记住。洗牌。来，现在我们开始洗牌了。好的，非常好。好，我们五个人依次发出声音，请你们记住。好，第一号，请发出你的声音。在干嘛？是表演课哦，是要发声哦，剃须刀的声音。是他们是要唱歌还是？同时也非常没有，不是唱歌，他们是发出自己声音，有个性的声音。好，第二位，请。红哥，哦，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海涛，快坐下吧，二师兄。好，来第三位，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轻盈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I want you。好，下面第四位，请。
Perfect weather, can't get no better。非常好啊，那个好，下面第五位，请。我想朱碧强姐姐一起合作，可以吗？要跟朱碧强姐姐一起合作啊？好。合作什么？合作什么？慢慢。张友，张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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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的慢慢是不是？好，好。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妨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能看我憔悴，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你何能看我憔悴，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BB 都看了，不重要不重要。BB 他没有看，他没有看，没有看，选了没有看。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看了。你有选择了吗，周笔畅？刚才那个五号金圣柱，对不对？好，娜娜，你有选择了吗？音乐的方面我是在行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看不见我，有点不在行。二师兄那个怎么样呢？二师兄，你说长相吗？不不不，可以让他再发，就是唱一句也可以、啊。你唱一句好吗，啊、二师兄？唱。菠萝菠萝蜜。好，就选你了，就你。二师兄，二师兄在哪儿？二师兄。二师兄，可以了。好。好的，好，那来谢谢选定了李文翰，还有我们金圣柱，来，请到我们这一组来。来，我们这一组蓝队已经有两位成员了，好。接下来我们红队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红队，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就是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的。对，因为做艺人我觉得是真实最重要，就个人的魅力。是，对。韩庚最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辨别个性的一个方式，很有意思，跟大家讲讲。看袜子，看袜子，看袜子。他们才第一次出来上大本营就直接袜子上，脚上穿的袜子，对，能看出他每一个人的性格，心理的分析是非常高端的。尤其是一个组合，每个人的个性是要树立出来。于是，前所未见的偶像最真实一面，即将为你揭晓。运动球啊，挺好的。对爱情较为纯真，但是比较情绪化。你小心，卡通的袜子就是表明你是有童真未泯的，精神层面不够成熟。为什么？就字面上而言，是不愿意经常洗袜子。性格是稳定的，因为他爱沉着的颜色。面对各具魅力的偶像个性，导师们将如何选择？那个韩庚挑一个，然后吴昕挑一个。我觉得逸轩挺好玩的，还有童真比较单纯。那我就挑成演那个吧，因为我本身对高筒袜不是很理解，但起码它那个是一个颜色的，就还好。好，那这样，来恭喜逸轩跟成演加入红队。拜拜，拜拜。好，那这样我们选完了，这个就没事了，是吗？是这样的，他有15秒钟的时间表现自己，他表现完了之后，如果红队和蓝队都觉得。还好我们这队已经人够了，就谢谢他，欢迎他下次再来快乐大本营。那如果都要选怎么办呢？都要选，那就我们两队的两位队长就是比比跟韩庚出来 PK PK 一下。对，好，一博，那个首先是最后一博了。是这样的，一博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一个偶像组合里高冷也许并不恰当，对吧？你对世界高冷，世界就对你高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要善于把挫折变成机会。对，所以你要15秒你要干什么？我悠悠球球。
悠悠球啊！等一下，说好的高冷啊！悠悠球，悠悠球啊！太大了！哇，这个真的是用脚玩吗？很另类耶！你为什么要？你是喜欢玩这个是不是？对，我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玩悠悠球啊，在学校里。好的，那加油了，好不好？帮你拿，不要紧张啊！好，王一博的悠悠球秀。哇！这张是天外飞仙，对，飞龙在天，天外飞仙，天外飞仙，哦哦，一个韩国人在后面，一个韩国人在后面点，飞龙在天，天外飞仙，天外飞仙。你别忘了，他开始唱了《栀子花开》，要不要？这一对应该让给你们。我觉得你们那一队需要一个人给你们泼泼冷水。我觉得就是要一个高冷过来，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可以放着。他们有四个男生，他们那一队，万一待会儿有体力游戏的话，哦，他这么高冷，也许待会儿他不想玩呢。好，我们欢迎王一博加入我们的蓝队。好，来，欢迎加入。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番这个比拼了，好不好？好，好，那我们首先要考的是呢，是这个舞蹈部分，看看我们这个五位年轻人在舞蹈部分是不是非常厉害，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新生报道了啊，我们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一下。第一个当然是舞蹈啊，舞蹈的部分，那其实像我们蓝队呢，是这个方面的力量非常的强，像我们有在歌坛有一定位置的我们的娜娜啊，然后对，然后那比比是这样，轻易不跳，一跳也是就是立刻是头条的，对。哦，好，红队的舞蹈这方面的力量好了。哇，那不用说啊，来，什么都有啊，有几个什么都有，力量也有啊，敏捷度也有啊。哦，民族的也有啊，民族的也有，哎呀哎呀哎呀，民族的也有啊。对呀，我们什么都有啊。但是，韩哥。你跟我们比，我们娜娜的舞蹈当中你少了一个诙谐。这个我学不来。好，那今天是这样的，舞蹈呢，我相信我们Unique 也好，韩庚也好，都是随便给一段音乐都可以跳得很帅，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加上一点想象力，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开车新生培训班之舞蹈课，今天的舞蹈主题是开车，何老师、王一博、韩庚将分别给出主持人示范、学员展示秀和导师教学秀，不同舞蹈背景的三个人会演绎出怎样风格迥异的舞蹈呢？来，掌声有请何老师来一段开车。这不是何老师，这不是很好的工作吗？何老师，哎，你可以跟我一起吗？可以啊，可以、啊。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好吗？好不好？因为我真的要我跳，我真要了我的命。可以啊，怎么呢？就是我做什么，你就跟我做什么。我们开车嘛，好不好？好，好，好不好？可以。好，来，掌声，谢谢。好。还是新人懂礼貌，非常认真的在鼓掌。不是，这广场舞的动作都比这个大，这怎么是舞蹈？你开车就已经限定了。不，开车把我们限制死了。我就是在车里不能开大。我都系了安全带，我怎么能动呢？那我看他们的开车怎么开，好不好？我们首先呢，这个王一博同学来表演一下开车。好，谢谢。王一博。
是、嗯、也是同一个意思嘛，差不多跟我是个意思，对吧？差不多跟那个罗老师那个差不多。转向灯。所以说是跳着动作大，但是我觉得跟实际情况不符。你真的是在开车，你怎么能够这样？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他说的。哦，你好。也那姐是一对，那姐一对的，你刚才说错别的对。这小伙子跳得太好了。我们的轩哥，我们轩哥其实有一个大招没放。啊？什么大招？他的大招就是女神，女神舞。啊，对啊，女神舞。好，来一个好不好？性感，性感，性感。他其实是因为不好意思站在这儿了。好，来，好，现在坐回自己啊，逸轩。哎呦妈呀，性感性感。刚才那个，刚才维嘉说你跳的是女神在开拖拉机。两位学员展示了高超的个性舞技，他们可以酷帅有型。也可以另类模仿。身为导师的韩庚将会用怎样超一流的舞技让我们再度惊艳呢？红队，红队，红队来，红队来。哇，好，韩庚加油啊，韩庚。I don't see how you can hate from outside of the club. You can't even get in. Leg out. Yellow model cheese. Yellow Lamborghini. Yellow side missing. Yeah. That shit look like a toupee. I get what you get in 10 years in 2 days. Ladies love me. I'm on my cool J. If you get what I get, what would you say? She waxed it all off.Mr. Miyagi and your suicide doors. Ari Kari. Yeah! Yeah! 好厉害，他整个是跳的那个舞蹈嘛，而且我们这个帖子是技术帖，有没有？那怎么没有没有？要上车上坡起步。你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舞蹈是就是既像我们那样写实又像王一博跟韩庚那样就写意？谁呀？你啊。好吧，我觉得很难超越，不好超越，不好超越。对对对。哎，我们这样好不好？我点几个人，我们上的是公共汽车。哎，好好好，我点几个人，我点几个人，我就点我们这边。分清了，然后都上车吧，都上，一个一个的上，都上，一个一个的上，好吧。好，我坐司机，我坐司机，好 ，OK， 好，挨个上，我点吧。好，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上车。好，韩哥，小心啊！我要左转了，左转了。我要上车，老爷爷，停车。好，老爷爷，老爷爷上车。好，我先停下来。尊老爱幼，来，先给他让座。全民老婆婆，快点，快点，快点，回家快点。我是最后一个上车，我是一个民族舞蹈家。爵士舞好不好？我会告诉你，我们的车不欢迎你。刚才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什么？回家跟周笔畅和星星他们商量了，我们商量好了，我演一个老人，他们两个年轻的小朋友搀着我，没想到前面一轮已经抢，我就出去了，抄我们的车，只能改成我背着周笔。他就在上面说他抄袭我们，而且王一博一直特别认真的。
摸着它并不存在的胡子。好，那刚才呢，就舞蹈部分，既然发现大家都这么爱演，我们就开始看进入到我们演技的部分。演呐，好吧。对，演技的部分，对我们导师其实会演，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的呼吸是无数暧昧的字，在最深与的距离，淡出人叫英雄，那是勾引我师哥。我跟你师哥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比我聪明，他知道你心里只有那老匹夫。啊，那我们这个新的朋友里面，就是我们 UNIQ 里面谁比较会演，谁比较爱演？我可以啊，圣柱啊，柱子来，你要不要模仿什么？哦，柱子，我模仿是。可能他们公司定位不是这么叫他们名字。我是觉得好像。盖棒棒子，只能用。请欣赏下一个表演，柱子舞棍子。啊，打狗棒。打狗棒。你在韩国的时候知道打狗棒吗？我以前在北京留学的时候，我经常看这个《天龙八部》和《天屠龙记》。哦，《倚天屠龙记》啊，对那样的我很喜欢看。哦，喜欢看武术，所以你就学了一些，对不对？对。哇哦，那好，那我们就看一看。我现在表演的是盖棒棒子，只能用的打狗棒。我们现在开始。你是在演自己？他在演被打了，真的被打到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很适合跳一段刚才的舞蹈。现在开始，可以吗？要休息一下吗？哎，可以 ，OK 吗？打狗棒是打自己的吗？因为我属狗。哦，属狗啊，真的吗？对，我们就假装刚才没有发生过，好不好？你现在再来宣布一下，你表演的是什么？我表演的是盖棒棒子只能用的打狗棒。除了他还有谁？陈演。哦，陈演。哦，来来来，陈演。我要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主张呢，偶像团体不要有偶像包袱，就是要做大家喜欢的，就是很有个性的年轻人啊。所以你要表演的是什么？模仿动物。模仿动物，什么动物？动物的声音。动物的声音是吗？对。哦。猩猩打狗。猩猩打狗，猩猩打狗。不，猩猩打狗。对，我只知道猩猩点灯。狗是谁？狗是你。来吧。猩猩打狗。哦，他演猩猩，你演狗是吗？哦，好，两位加油啊，来。好。孩子们的表演，你们是不是在那边太无聊了？不是，哎，没关系，等一下大家来看他们的自己的，比如才艺的歌舞秀，大家就知道他们其实是有真才实学，好不好？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偶像的部分了，偶像演技的部分了。我们首先跟全场的观众一起来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安排每一个人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所以有可能你会要演设定了谁是就是谁。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到底是什么。来，各位请看。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有位，是，我拿棍子来，去。老王，我在这里！老王，我在这里！你就是用10根、100根、1000根、10000根棍子，也赶不走我！武侯，你住口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公，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姐姐呀，姐姐跳下来了，姐姐跳下来了。
哈哈，看完了这个片段，你对哪个角色印象最深刻呢？是咆哮帝若红，还是痴情女芊芊？殊不知现场竞争最激烈的竟是三亮，他死了。我想想那个，没错，就是他，芊芊妈妈。而挑战这个角色的是韩国人金圣柱，综艺首秀就饰演民国大妈，小编只能祝你一路走好了。而挑战芊芊爸的重任，导演组则交给了维嘉。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可是这吵架的情绪和风格可是一模一样啊！变成我在哪队哪队就说，我不玩了我。至于男主角若红，当然是非韩庚莫属。不知萌萌的大武生遇上嘶吼的咆哮帝，又会有怎样的火花呢？而女主角芊芊这般痴情，这般怨念，交由百变女王娜姐绝对是没有错的啦。哦对了，负责任的导演组可不会忘了唱将周笔畅，让他挑战若红朋友的角色。我说比比，演技的舞台你可也要加油啦，少说两句吧。而芊芊弟弟由吴昕饰演，壮汉与丫鬟交由优米的其他成员。好了，角色分配完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超级偶像阵容的大戏吧。好，我们演技不 NG 一起挑战 Action。 有种芊芊就打死我。NG 啊，你们还有你们好吗？动手你们今天就打死我。好，来，准备 Action。有种你们今天就打死我。好 NG、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跟他配戏好累啊。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了。对，好，准备 Action。 等会儿。不会再提醒你了。你们有种今天，来，好，来 Action。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好 NG。 台词对了，若红的朋友为什么坐在楼上？我好不容易背下来了。好，来啊， Action。 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是禽兽。你简直是流氓，简直是无赖，给我滚！是，等，牌子掉了。好，我知道了，没有第二个，没有简直，第二个没有简直。对，你简直是流氓，是无赖，永贵，跟我拿棍子来。来，好 ，OK， 好 ，Action。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跟我去拿棍子来。是 ，NG。你刚刚说的是。跟我去拿棍子来，对吗？你给我拿棍子来。Oh no！ 我还要举报一个人。谁？周笔畅演在这边演的好浮夸。怎么说？给我拿水了。他在这边演的像这。因为刚才那个镜头里面没有推到我，还笑场子叫。我现在还没有要求到这一步，好吧？好，来 ，Action！你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你给我拿棍子来。是 ，NG， 永贵，是，你给我拿棍子来。是。哎呀，我这边还要举报。天哪！什么？我比比，他没这样，他就。他特别影响芊芊待会儿要出场时候的情绪，还不如坐在阳台上跟我聊天。那他很难演，他又不能这样，又不能这样。我告诉你，
给你一个建议，现在演员呢，其实我发现了谢娜作为你的对手戏演员，她首先在同样的这种级别的女演员当中，她想要打压你，你知道吗？所以她一直挑你的刺。那我感觉到她其实重点是觉得你的表演重复度太高，所以你可以这样两下，这样就丰富很多，好吗？好，加油、啊！这是个舞蹈吗？这样这样两下，这样这样两下。我觉得永贵，我觉得他其实看到这种情况，叫他去拿棍子，他其实应该是没有那么想去拿，他感觉好像是很开心一样就去拿。对对，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永贵，你的能量要稍微低一点，你其实很为难。你比如说老爷跟你说，第一个是你要很大声，永贵是。你给我拿棍子来，你其实不想要这个家里打成这个样子。我这样中文讲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所以你就是，等一下。是。这个过程就有了。等一下，我觉得现在不适合抠，现在不适合抠戏，先把它流畅的演一遍。你没有手，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你给我拿棍子来，是。若红，若红，我在这里，若红，我在这里啊。就算你们拿十根、一百根、一千根、一万根，也赶不走我。NG。芊芊，笑场笑得我镜头都避不过。啊，借位啊，朝这边，撞了，这边，撞了，一拳一拳。韩庚朝着这边折磨，壮汉拿着这边，壮汉是谁？是逸轩吗？逸轩，他这话是要跟爸爸说，跟爸爸说、你跟他说干嘛？他又不是你的仇人，要打你的不是他。壮汉管的太多了，你管他干嘛？最后报告，我觉得我们家的丫鬟太高冷了，冷眼看着这一切，她应该是担心啊。他早就看上若红了。其实真正爱若红的是丫鬟。好，那个王一博啊，那个将来有你可很有可能会要演戏，所以不管你生活当中或者在组合里有多高冷，这个时候你要变成一个非常担心的丫鬟，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段将会成为 UNIQO 演戏的一道坎儿。各位，在如果若红这一局过了，下面就是若红朋友的台词。我们祝福他，好吗？好期待啊！Action！ 你们手肘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你给我拿棍子！是！若红，若红，我在这里！若红，我在这里啊！你就是用十根、一百根、一千根、一万根棍子，也赶不走我。若红，怎么了？你说呀！你说呀！壮士不够用了，你叫我干什么？你叫若红干什么？你作为一个朋友，没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想说什么？你叫我干什么？你叫若红干什么？你作为一个朋友，没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想说什么？大胆的，你是不是傻呀？你是不是傻呀？我跟你讲，一共三句台词，他对了一句，就前面那个若红是对的，需要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若红，后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我刚刚有跟你讲过，你冷静想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好汉不吃眼前亏，前面还有一句。你不要嘴硬了吧？啊，再硬什么？不是，你若红，你住口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好吗？好，来。Action！ 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
你简直是个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你给我拿罐子来。是。若红，若红，我在这里，若红，我在这里啊。你就是用十根、一百根、一千根、一万根棍子，你赶不走我。若红，哎，你住口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若红，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哎呀，姐姐，好 NG。没有哎呀，就是直接下来。Action！ 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你给我拿棍子来。是。若红，若红，我在这里，若红，我在这里啊！你就是用十根、一百根、一千根、一万根棍子。也赶不走我，若红，你住口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若红，我来了，我下来了。NG。弟弟，你别笑了，到你的台词了。无心，在这儿，我学一下。姐姐走得这么惨，弟弟笑得这么欢。你能不能入个戏呀？NG 啊 ，NG NG NO NG NG， 简直是个流氓！你有种，姐姐就打死我。我必须要说，现在整个士气低迷，我不懂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累吗？你不累呀、啊、愿意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好，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可以一遍过，你们信不信？不信。信吗？好，大家拿出所有的浓度好吗？好不好？好。好，来正，你们有种今天就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快给我拿棍子来。是。若红，若红，我在这里，若红，我在这里啊。你就是拿十根、一百根、一千根、一万根棍子也赶不走我。若红，你住口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若红，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姐姐，姐姐，姐姐，她跳下来了。雪，雪，她醒了。太太，太太。芊芊啊，快把她送到慈爱医院。哇。NG。 第一，丫鬟只喊一个太太，没有两个。第二，芊芊啊，快送到慈爱医院去，快送到慈爱医院去。我真抱不好。 OK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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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问题了。真抱不住啊？不可能。不是，芊芊，你要配合他。哎呀，这个腰，你要配合他。慈爱医院去，先把他焊掐了，他焊不是因为抱我出的呢。好，那我们就在这儿咔好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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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用掌声来祝福一下我们不容易的剧组最后一次的挑战。Action！ 你们有种，今天要打死我！你简直是流氓，你是无赖，永贵。是，快给我拿棍子来。是。若红，若红，我在这里，若红，我在这里啊。你就是
是用10根、100根、1000根、10000根棍子也赶不走我。若红，你住口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若红，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姐姐，姐姐，姐姐，她掉下来了。雪，她死了。太太，天晴，快送到慈爱医院去。他成功。我也听到韩哥有声，好像要搬起整个世界一样，这个声音。他有这样吗？他有这样吗？我很近的。哦，那说明他多加了台词，那得再来一遍。好，辛苦了各位，辛苦了各位，来，我们请剧组的朋友站到中间，来留下这个成功的瞬间，好不好？好，杀青是吗？对，来杀青了啊，我们，对，恭喜各位，来杀青，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偶像点点的。好的，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偶像叠叠乐的环节。这个环节呢，需要这个默契的合作和彼此之间的信任。那其实呢，我想，我们 UNIQLO 其实也经过了3年多的练习，因为是觉得不到最有把握的时候是不会让你们出道跟大家见面的。所以现在在韩国跟中国也活动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最大的感想是什么？谁来做代表说一下？啊，一生说吧。对于我来说，就是大家首先大家在一起很不容易嘛。嗯。就是每个月都有月末考试，所以随时可能淘汰掉，就是大家身边很亲近的人。嗯，那个时候是特别残酷的。嗯，有谁是从中间的时候有想过是撑不下去了要放弃的？有过吗？谁啊？文翰了，文翰了。是吗？刚才他自己不敢说出来吗？怎么说？文翰当时是怎么了？其实就是一开始刚从美国回来。就是在美国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干什么干什么的，所以就把自己弄得很封闭，然后一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特别难，给人感觉很冷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所以你当时是抢了王一博高冷的位置。然后就有一次月末评价，然后我考得特别差，被骂很惨，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房躲在房间里，然后这时候轩哥就走过来告诉我不要自己一个人再这样封锁了自己啊，一起分担一些事情，然后这样大家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就现在就像一个家庭一样，非常好。因为不会有人去管你们背后有吃多少苦，我们只看你们在台前有多少精彩。所以 UNIQLO 要加油，好不好？好，谢谢。韩庚同时也鞠躬，加油。哦，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跳了。我们要派两队各派一个代表，韩庚还有我们的比比，在我们手上呢有一个男一个艺。容易的呢就是在这个垫子上完成待会儿的挑战，难的呢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变成那个按摩垫。就是那种石头的那种，会非常难。两位，请出列好吗？3、2、1。哇，不用看了，难，不用看了，简单的吗？难到后面上吧，不用看了，简单的吗？一，没事没事，这样我们会表现更好，对不对？来来来。好，那我们红队先去带麦。叠叠乐游戏规则：两队队员在3分钟之内摆出4个指定动作，并保持3秒钟。因为人数不均，两队可在比赛时挑选对方的一名队员作为搭档，完成动作多的一队获胜。一共是3分钟，4道题啊，重要就是看你们的完成度啊。好，来看看第一题，请看。哇，轻的轻的，谁轻谁轻？你男的在下面，三个男的在下面。其实也是轻的啊，我们俩来，我们可以上了啊，我们俩上。吴昕，可以吗？来蹲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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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一点。啊，吴昕，要不上上，也是后面。Yeah.
一点点。好，下一题。下一个。兄弟，我在这边。我来，我来。你对，脚脚。啊啊！快走，这个左右脚。没。好，三、二、一，成功。下一题。您的伤。啊。来他，可以吧？我可以。往后点。怎样？往前点。稍等啊，来，对。我这个腿，这个腿，对的吧？对的。快点！扶着我的腿，对，好，来了，来，扶着我的腿，三，扶着我的腿，你要。等一下，我扶着呢。三、二、一，成功。下一题。三个人蹲着，来，然后两个人，再两个人，哇！往上面坐上来，坐上来。啊！你们为什么不从别人身上上？哎，两条腿都要收上去，吴昕，两条腿都要收上去。好，再一次。谁？这是谁？加油啊！时间快到了，来，我来，好，可以的，哇，吴昕，哇，好想吐，为什么都在我这？三、二、一，成功！好，来分享一下刚才最难的是哪一个动作？觉得第一，其实第一个挺难的，因为上去那个人要就是那个塔顶塔尖那个人要克服恐惧。哎，你们真的要注意，有几个动作，因为你们跳下来还是有那个按摩。啊！你别忘了，对那个你们往上，你知道每一次都有一个人在后面默默的。我知道娜姐每次在后面扶我。心疼你心。对，先打好一点。啊，那个，他叫什么？软姑娘。好，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蓝队？好运！残忍的按摩店即将登场，红队面对这个考验能否成功？答案即将揭晓。我们来看一下，来，加油吧，加油！加油！来，计时开始。这个是规定动作吧？对，这很简单啊。哦，这也要上去吗？你在上面的，你在最上面。比比，你上不应该吗？比比。哇，轩哥！哇！啊，行。哇！哎呀！好了吧？又来了！哎呀！走！三二，松手！三二一 ，OK， 成功。成功吧啊！下一个，这个下面那两个人，哇，中间有一个人拉着，比比在最上面了，比比在最上面可以吗？我又在最上面，有一个人要任性，好的，裤子不是很好，我在上面，最上面那个任性要好，因为那个腿是 W 的，看见没有？腿是 W 的，我们是要把它，哎，你好高，等一下我再下来，啊，好来。好，我手在这儿。那个手要举着，要举这两条腿，膝盖这里腿要上来啊！就举着膝盖，举着何老师的膝盖，对，举着膝盖。好，3、2、1，好。哦，好，来下一个。下一个就是那边那个人最轻松，赶紧坐那个。动作这么快，比比到那边去，好吧？比比到对面去。比到这儿。然后你在这个上面。我在这儿上面。谁的腰比较好？上面要搭个人桥，来，大家扶。1、2、3。可以戳我脚，
我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前面那个谁的柔韧性？前面那个太调皮了。你在前面，你别在上面吧，你别在上面啊，你别在。就是个平板吗？在上面。再来一个，在下面。不是有一个人膝盖要跪在头上吗？不是，是另外一个人扶着，另外一个人手弯着，对。那我这要驮一个轻的，你们这一个腿。我坚持不了，这边屈着，这边屈着，哎，对，手要伸起来，手要伸起来，另外一只手，另外一只手，你们两个都让我推来，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先站着，我先站着，那挺，你要，你是啥？你是啥？好，来啊。到时间快到了，加油！来，一鼓作气，来。一点都不顾被拉开腿的。三、二，另外一只手。三、二、一，好。耶！手的方向都是错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让我们来感受。我的感受就是，来感受，来感受，扯我脚。比比应该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摆成那样一个姿势被举到空中吧？第一次失败的时候挺尴尬的，在上面。因为你很想下来休息。其实，因为那个姿势确实很尴尬，就后面我背有一个人拖着，然后前面两个人腿，然后一直给我这样抬着。不，失败的时候不尴尬。过程的时候尴尬，比站着，快让我先站起来。我想问一下，是谁把我举到有一个很高的？是谁把我举到？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把你抛在他身上。我那一刻我又说 ，I believe I can fly。好轻松啊！好，辛苦大家，谢谢。飞鹤一罐好奶粉，飞鹤奶粉提醒您下期看点。我妈妈是王爷，爸爸是哨兵，我爸爸是马景涛。父母乔装登场，孩子们能否通过考验？我们决定了16号。天天也决定了，5号到底是不是？你决定了没？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到。三，是的话，二，天天也紧张了。一。妈妈的脸肯定很容易摸，对吧？不是，一个胡子了。距离好远，对。哎。亲子游戏，王艳竟接连出局。3-5。快快！不要玩呀！我们刚才这边差一个1块，求求大海说不要王艳。3-5。王艳姐，你咋又来了呢？萌宠大挑战。到底谁才能萌翻全场？叫什么名字？要把花给谁呀、啊，老师？要走多久？那我都比赛哭花子。没事，马老师，你跟他穿的挺配的。马老师真的好慢。马老师，你知道这个比赛是比快吗？才进球比赛，比赛开始。汉姆疯了，汉姆疯了。汉姆加油！哎呦，这个一直滚！哎呀，一直滚！为孩子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制作现场状况不断。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份礼物送给孩子们。不是这样的。哎呀，胶就在外面，就没法用了。啊！小宝哥出血了。原来你亲自做一样东西是这么难的。你作为父亲来说，必须要完成。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份礼物。哇，不敢相信。哇，非常开心，特别要感谢韩庚和比比作为导师。其实今天不是教大家什么，是跟大家一起玩，用你们的这个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在这个圈子里面做自己是最可贵的，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这样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到饼的全部内容。是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飞鹤一罐好奶粉、资源无硅油洗头水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 Yeah, we go boom boom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no kidding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Yeah. I just wanna celebrate.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 we'll make it.
你的。Turn it up.I've been patiently waiting for you to shake it and shake it on、Make it and take it, the point is so many. Quarter by the game, high low, stand ready. And it's not our fault that we have all the ladies. But it's hard to see the ladies when the middle name's greater. All around the globe, middle